我是老一老二在场的主持人，很开心呢，在这里下午了解三名粉丝吧，就是场地不少，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家庭隐私吧。那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介绍，我们这场活动是由四大这个四大主社会文化小组所主办，那还有文化运动在这个活动中扮演相当主要的角色。那司法院的司法与社会对话小组，是因为司法院希望能够让司法价值把自己的理念精神可以被民众看到、听到以及接受，并且希望能够让社会知道有充分良好的对话。所以从2016年三月起，这个司法院就成立了加强司法与社会对话活动小组，那由李太郎秘书长担任召集人，那希望能够透过民事法系关系的一个力量，来融合当前受欢迎社会运动的新媒体、新社区网络和成立媒介，通过公司自己全面接触以及与社会性对话的互动机制，希望能够积极与社会沟通，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所以在这次会议前呢，我们想要先邀请那个司法与社会对话小组的负责人郑玉伦检察官来跟大家说几句话。那今天的主讲人跟两位云南人，还有我们台南地院的林局长，那还有各位与会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司法院的郑玉伦法官。那今天是我们司法主场的第六场，那我们司法主场呢是今年我们总共选了10个司法的跨界议题，那希望在这个10个议题里面，大家能够有一些关于司法或关于各个领域的不同的知识的一个交流跟。能够凝聚一些共识。那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我们今天选在台南的这个司法博物馆。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到司法博物馆来的？没麻烦举手一下吗？第一次到这里来的，很多都第一次来。那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目的。大家今天除了来聆听我们今天的司法主场活动之外，希望大家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司法博物馆去参观逛逛。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那这边现在的一个你看到的所有的策展，都是很多的法官花了很多的精神，然后去跟很多的策展单位、策展去讨论，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目前看到的一个样子。包括我们在通话板里面还有早期的一些修复啊，这些种种的一个岁月的累积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值得我们去再三的去回顾的一个地方。那也是因为很多的法官对这边都非常的有感情，非常的在意，那所以才花那么多力气去维持这样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到，也许是法官跟民众在这边里面有些共同的，或者是我们想要在这个地方，不管我们的地方创生也好，能够留下一些共同美好的一些回忆的一个地方，或者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一些司法的历史。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特别把台南的第一场的一个活动选在这个地方，那也邀请各位来认识司法博物馆。那我想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时间呢就交给这个今天的局长，我想听他们的分享，非常精彩，请大家谢谢聆听，谢谢。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今天的三位讲者。那首先是今天的主持人警长贺轩平的律师，他同时也是公司新生发言人的主持人。大家好。性质这么不相干的部分，让大家带着很多
首先呢，我们就先请法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过往可能做家事法官有十几年、二十年的经验了。然后你会跟大家说说看，在法律上可以处理哪些家庭的状况？那目前法律在处理家事的案件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设置，跟现在已经有制度跟流程吗？把掌声欢迎法官。好，先谢谢。那些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国定古迹台南地方法院。这个地方其实我是第二任的修建者，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屋顶上面，我们都爬上去过了哈。而今天修好之后能够坐在这里跟大家沟通，这是一件很特别的感觉。那当时我也希望修复这个国定古迹，它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希望说从日据时代这边就是做法庭使用，一直到光复之后，台南地方法院那时候的辖区。涵盖云林、高雄等等地方，都是在这里做审判。那一直到因为后来因为法律的变迁，空间不敷使用，我们才到健康路三段去新建了一个新的一个建筑。那这边呢就留作古迹使用，以及做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交流的场地。那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家事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跟议题。那我因为在场大家都比较年轻，所以我会称从进入家庭的阶段开始说起，那尽量就是比较浅显，让大家能够比较理解。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提问。那大家来看，就是说法律究竟有没有入了家门？其实大家来想想看，其实我想大家平常的生活如果都是顺利平安，都没有感觉到法律的存在。譬如说，你们都是遵守交通规则骑的摩托车，你都不会感觉到哪一天你忽然想说今天有点赶时间，红灯右转一下，就一转去就被警察抓到了，你就发现。法就在你的身上展现了，在他还没有出现之前，你都不会觉得有法律在你的身边。那对于家事案件也是一样，如果今天家庭都是以感情为作为经营，那大家关系都非常顺遂，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美满的家庭，都不会感觉到法律对你有什么样的约制或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今天如果说有的任何的状况，大家就在慢慢来看，这是熊抱嘛，对不对？今天如果感情很顺遂的时候，有些熊抱是觉得很温暖，就拥抱非常的开心。那如果对方不是你想要的人，就会觉得很恶心，是吗？哈，那这两个部分情况比较不严重的，就是性骚扰。如果情况有到强暴阶段，让你不能抗拒，就可能会变成性侵害。的差异就在这里，然后大家感觉到法律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啊，大家如果有男女朋友或者另外一半的，那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差异性。那再来看，这次也很幽默哈。Whatever you do to my daughter, I will do to you。是啊，这岳父说的嘛。你怎么样抱我女儿，我就抱你一下，吓死人哈。就这个，就差别就在意愿的问题哈。好，大家可以来看哈。我先举例说明，就是说什么样是性侵害犯罪，什么样是性骚扰，我们简单带过就好。其实就是说，比较低阶的，不是没有强暴胁迫的行为，没有支持不能抗拒，就是性骚扰。大家比较容易遇到就是性骚扰的问题。那我举一个案例。有一个科技公司的男同事，他一直追求他的女同事，那女同事就一直拒绝他，很明确跟他说你就不是我的菜。可是男同事就觉得锲而不舍，那小说都这么写的嘛，就一直锲而不舍，就因为达到最好的结果。结果呢，经常在公司就送花送卡片，然后就拉海报，甚至这个人海战术，女孩子就不堪其扰。然后又有一天，你知道科技公司的作业员他们是工作两天，每天工作12小时，休息两天。所以有一天的晚上，半夜11点多，大家下班的时候，这女孩子骑摩托车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这男孩子就忽然觉得要有浪漫的举动，拿了鲜花就从后面抱了她一下，这女孩子吓了一跳，吓之后他就觉得说，使人心生畏惧，感到冒犯，那他觉得说影响到他的工作，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后来这个案件经过他提告报警之后呢，这个男同事被处了罚锾。应该是好几万元，至少2万元以上，然后就被公司开除了。所以有人想说，这法律是不是就在身边，影响到我们的感情生活跟我们的往家庭的方向营造的各个部分啊？那再也就是说，大家看这个，常常看偶像剧，对不对？都有壁咚这个动作，对不对？他上面写说什么？他说这个，不然就是网络截图了。他说，在你答应我之前呢，我是不会离开，是不会放你走的。啊，这不得了！这如果是喜欢的。啊，实在太浪漫了，对不对？这个爱情剧都这样写的嘛。那如果是不喜欢的呢，就来了哈。不喜欢，如果是一般人，他没有同居关系或是没有亲密关系的伴侣，他就是构成可以提告
妨害自由强制罪，妨害我行使权利，我要走你不让我走，把我给我困在墙边做什么，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是喜欢的，好，那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部分，他还可以申请保护令，千万不要再这样子对待我了，这差异就在这里。好，所以是不是法律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没有违反你意愿的，那基本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违反你意愿的，那法律它就会出来保障你的权益。那今天如果很幸运，今天好不容易落籍婚嫁了，订婚了，结果没有顺利走进家庭，那不好意思，就会进入法庭。那为什么呢？那大家在订婚有哪些仪式？我们的文化里，大家谁知道？叫戒指吗？啊，是，对不对？那如果习俗上还要什么喜饼、喜饼啦，还要宴客，然后有时候甚至开始要拍婚纱啊，对不对？要买衣服啊那些，哈，是不是？那如果没有不小心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在谈论婚嫁的时候，因为有现实的问题介入，最容易就解除婚约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啊，这时候就要到法庭，大家对他处理什么问题？有。婚约的违反有两，今天订了婚，可不可以强迫对方一定要跟你结婚？不行，因为是不能强迫履约，这个只有这个契约是不能强迫履行的哈。那有两种，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法定事由是什么？譬如说，我们常常有好像有某职篮的篮球员，对不对？他是跟女朋友交往到最后，后来他去捡尸一夜情之后就分手了哈。那这份，那这个有可能是这样，他就是违反了法定事由，他跟别人有了亲密的关系，他违反了这个。婚约的这个意义，所以可以解约。那违约是说，我就忽然当时昏的头，跟他求婚之后，后来发现他不是我的真爱，所以就解约了。那后面都会涉及到，就是你已经订了婚宴了，已经付出去的宴客，或甚至做好的这个请柬，甚至已经寄出去了，那怎么办？那当然就请求赔偿，那戒指就请求返还，甚至有时候房子也买了，车子也买了，那当然就去损失，那这个就会进入到法庭。那就顺利进入了，就进入了家庭。大家想说啊，好浪漫，就进入了家庭。其实进入了家庭的考验才真正的开始。是啊，其实结婚很简单啊。我如果今天讲出去，外面婚纱店跟这个喜饼店可能都要，还有那个宴会厅会来打我，会来说啊，法官你不要这样讲。结婚其实只要一个效力就可以了，两个人开心，找到两个证人，写的结婚证书去户政机关登记，只有这一种，唯一有效的也只有这一种。其他的怎么宴客啊？那个交换戒指啊，然后拍婚纱照啊，或者宴客，那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在摆的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行为，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顺利结婚？不可能，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没有这个仪式，没有这个感情的意义。那这个大家来看哦，其实只要去结婚之后，现在家庭教育法，你去了之后，户政机关会请你看影片，有些不一样的户政机关，有时候是给你看影片，有时候给你看资料，就希望说。你登记了之后，有了一个配偶、夫妻的身份，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的，能够让你的家庭能够顺利圆满的经营啊。那我们再来就说，那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纷争呢？登记的时候就来了，要不要冠夫姓或冠妻姓？那以前是原则上要冠，后来可以不用冠夫姓，现在是没有。现在原则上你没有说你要冠谁的姓，都会保留原来的姓。那这个时候比较少有争执了哈。那第二部分就是说。原则上夫妻他是要共同生活的，所以基本上是要住在一起。那可是因为现在工作有时候在大陆工作，有在国外工作，有时候在台北，有时候在台南，有时候在高雄，那这怎么办？也可以约定分居，那在可以同居的时候同居，这个就是同居的一个义务哈。那再来就是说，夫妻之间有一些日常交往的代理权，那很容易发生的纷争就是说，生活费用谁要负担？那这个再来就是说。消费的习惯的问题啊，因为每个人消费习惯不一样。其实家务的分担也会啦，比如说谁要洗碗，谁要拖地啊，这也是会有问题。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性生活跟夫妻的忠诚义务啊，这个部分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背叛，那背叛最容易割裂你的心，所以这个在家庭法里面是最大家感觉上，我是觉得情绪上最容易引起痛苦的，应该就是这个症结点，这症结点是很不容易解开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生育跟教养的问题。那常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婚姻之后呢，要繁衍下一代，生育的问题在现在大家晚婚，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执跟压抑的部分。那很多当配偶的一方，如果他有生育上的困难，也不只有男生或女生，那这个部分其实他会有的压力会来自于整个家族，甚至配偶彼此之间，那这个部分也很容易引起很大的纷争啊。
那再来就是说亲属跟社交关系，其实大家连续剧做还很多哈，就是什么公婆啊跟媳妇之间，然后岳父岳母跟女婿之间，还有妯娌啊这之间，这通常会有很多摩擦和跟关，因为每个家庭的习惯都非常的不一样啊，重视的点不同。那再来就是说有关于财产的部分，这部分其实大家都不晓得哈，原则上如果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不会有人想要去登记财产。财产制是怎么的？如果你不登记，你用的就是法律规定的财产制。那个法律财产制用意就是说，在婚姻关系没有继续的那个时间点，消灭那个时间点，是可以分配对方在这个婚后得到的财产的一半。所以今天如果说啊，我们找到另外配偶，会配偶忽然婚后之后事业成功，财产迅速的累积，如果不幸走到离婚那边，你就可以请求他这一段累积的一个一半，大家都学不晓得这个用意之所在。那如果你认为要分别，大家各自保有财产，那你就是要去登记。那大家看家事法，你其实一个人，你把青春岁月、你的财产、你的青春都经营在家庭里面，其实对对方是不是有很多的期许？那如果是不满意，是不是有很多怨恨？我们家事事件呢，在处理上面，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是一个沟通跟了解的过程。它跟传统的审判不一样，它既要调查证据来认定一些事实，可是因为它后面有很多情感情绪，或者是说他真正发现的真实，他的真正的情绪跟他的需要，不是他诉求上表面上要的东西。比如他要离婚，他本意也不一定就是离婚。那他要争取孩子的监护权，他本意也不是真的要照顾那孩子，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那他想要探视子女，也未必是他真的有能力跟有时间来探视，有可能是阿公阿嬷想探视，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法院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怎么样去找到当事人真正的需要，然后对有需要要怎么安排。那第二部分就是说子女忠诚度的问题哈。有时候我们大家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离婚的诉讼里面，有时候长辈会跟孩子说，那个妈妈或是爸爸给你的东西你都不要拿，那他这个对你都没有照顾，也没有好好抚养你，所以他不要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会影响到你。甚至如果有的又有另外一半的，那这部分就会有忠诚度问题。那这孩子他怎么选择？其实对他来讲，我们常跟当事人讲，孩子有我们一半的 DNA 嘛，血统。其实你切割了他另外一半，你孩子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圆满的。唯有是大家两个半圆合在一起，那才会是圆满的。我们现在法律有这些制度，有很多大家不能想象之，我们待会很快的带过哈。就是说，它最主要是希望真正解决家庭的问题，而不是只有一个裁判做一个决定。因为很多家庭的问题，它裁判决定是不能解决的。我们今天如果是刑事案件，今天被判刑确定，你如果不来执行，警察就把你抓来入狱了啊，这个会执行没有问题。今天如果是民事的诉讼，你不去赔偿，法院就会申请强制执行，扣你的财产，扣你的薪水，这个会执行。可是今天这个家庭的问题呢？今天如果说我照顾孩子一方不让对方来探视孩子，这要透过强制执行，直接把孩子绑来给对方，带来给对方照顾，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没有那么容易达到哦。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就是需要很多的努力。家事法庭的成员基本上就是每个法官有一位助理。好，有个法官助理，法官助理就是在整理卷证跟相关的资料，来让法官在审判上面能够加强这个效率，因为案件真的很多。我这个家事法庭一个月应该有收到60件到80件以上案子，每个月哦，不是什么每个月应该都有这个案件的数量哦。那就是有左边是一些记录的相关人员，那事务官的部分就是他会办一些抛弃继承、限定继承、收养子女，还有一些保护安置，譬如说孩子可能被虐待，或者一些保护安置案子，就是疏解一下法官在审理上的压力。那后面有一个家事调查官，这个部分是一个新的一个制度。家事调查官他的身份有很多人可能是法律系毕业、社工系毕业、心理系毕业，或是有其他的专业毕业考进来的。我们会分组啊、哦。那目前台南我们只分到两个啦，原来有12个，因为但人员会慢慢增加。那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法官有时候经过证据的调查，发现证据显现的，因为家庭能够显现的证据是什么？通常就是自己的亲人嘛，对不对？那自己的亲人你会发现就是两极化，一边是证述这边有利，一边是证述这边有利。那事实上照顾情形、孩子照顾情形、夫妻之间的感情究竟是如何，还有他们的工作究竟如何，就需要有专业人士的介入。那这个是家事调查官他做的，就是法官会请他去调查某些事项，他会去做一个调查。那还有就是
后面这个新策源、新辅源这比较少，因为这部分就是少年法庭的。但如果少部分少年到青少年有需要做一些测验跟了解，我们也会请他协助。好，那后面就是程序监理的部分是比较特别，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未成年人呢、啊，还有就是受监护人，就是说有些身心障碍或是植物人，他们如果在有需要做一些鉴定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去保障他们程序上利益，我们还有多样这个人，这个人这样的人、啊、那这个部分通常我们大概是找社工师、心理师，也有医师来做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会有很多合作的对象啊。那一个案件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最主要调解员最主要就是在了解当事人需要，倾听他的声音，我们就会有专业的调解员。那这个调解员呢，我们在选任的部分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大概就是只要有适合人，我们都会去请他进来帮忙。那法院呢，其实家事案件跟少年案件是非常迥异于一般的案件。那他开庭跟他的调解，他有很多种不同的空间，有些是会谈桌式的，有些是沙发式的啊。然后呢，因为有未成年子女，有些是小的孩子，我会有一些游戏的空间啊，或者是有时候譬如说要协助他跟孩子的互动，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空间来观察、来协助啊。那通过专业人士协助，那也会有一些諮商啊，跟还有一些温馨的时刻啊，怎么样学习沟通，说什么样好的话语啊，这部分应该海苔熊大概会说嘛哈，这个我最不会说了，要怎么说比较好，比较好沟通好的事。那因为有些是暴力案件，也有些是一个权控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直接跟对方面对，也许是孩子不能面对有施暴或者很凶悍的另外一个家人，或者是说他情绪的高涨，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啊，来做一个讯问或是表达意愿的空间，所以我们法院有设了一个隔离讯问室。那这个隔离讯问室就是在法庭的隔壁，好像台南地院它有两间，就是法庭的隔壁相连接的。那它这个空间里面会有社工陪着他在这里，然后他走的是法官秘密的通道，不会跟当事人碰面。那我们的操作方式就是先让对照先进到法庭来坐定了之后，确定没有任何的家人在外面。然后才请社工从特别的通道把这个当事人带进来这个空间里面。那问完了之后呢，让社工带着这个当事人先离开，顺利离开之后，再请另外对照当事人离开啊，以免有一些见面的冲突啊。当然是我们操作模式是这样。那如果说对于照顾孩子可能有缺陷，或是没有有一些部分需要学习的部分，我们就会有亲子教育的安排。像我们有一些紧安置的案件，我有一个案件。他们已经到第四代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妈妈，她都是单亲家庭，每一个女性都是13岁就未婚生子。那案件已经到第四代了，也就是说，这个孙女也在13岁的时候未婚生女了。她的阿祖只有39岁，全部都是未婚生女。那这个女孩子她13岁就未婚生女，有时候是援交，有时候是交往。他13岁，他的家庭，大家觉得他的家庭有没有办法让他去照顾这孩子，或者有没有办法让他能够学习成长、保护自己、照顾自己到成年或是谋生，显然是有困难。所以这部分就是社会局会来安置。那安置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透过亲子教育的部分，还有透过他个人的一个子侄教育部分来教育他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他们这个家庭实在是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不能想象啊，我不能想象，但是真的，我想是需要协助的。那我们会有一些安排心理的諮商，那法院有一个空间会是做一个心理諮商，县市政府都会做这个服务，那我们的服务团体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就如果需要做心理諮商，不管是婚姻諮商，或者亲子諮商，或是家族治疗的，我们就会帮他安排。那政府会有这个预算，那待会会说到司法院也有一张相关的补助。那我们再说明一下，就是说。法院呢有各个地方法院呢，因为法律的规定、家事有规定，都有设一个家事案件的服务中心，是由县市政府他编列预算，然后有所有的服务，你能想象的服务都有。啊，就是说，这个人如果需要补助的，需要就业辅导，因为刚刚有讲到家庭有很多问题，他需要就业辅导部分，他就会连接到社会局的这个脉络里面。那如果是去新移民，就是说是外籍的配偶。或是原住民，他有特别的补助跟特别的协助，也会透过这服务中心转介出去。那后面如果有其他的法律服务，或者说开庭需要相关的协助，那会有后面这些资源的带入啊。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能够跟各个
社会福利机构跟县市政府能够连结，哈，来解决当事人真正的需要跟问题。另外还有县市政府还会有一个家暴案件的服务处，好，来保护这个有被受家暴的案件的当事人跟儿童，哈，未成年子女的部分。那法院的服务中心会有这个案件立稿要怎么写，会协助撰状。那这个平均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工会跟法律服务基金会它的一个协助，哈。那我们处理原则就是要公平、中立、倾听啊，整理争点啊，同理啊。那这个我们后面有一些处理原则，我们是不是有时间再来交换的，哈，好不好，哈？那就我就先交换在这边，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交换，谢谢，嗯，谢谢。我早饭休息分钟的时间，大家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周秀律师，然后之前是台大法律系、台大法研所毕业，我是刑法组毕业的。然后我现在也在电影第二个研究所，现在在念心理咨商所。所以我刚刚跟海苔熊一样，就是我现在也另外身份是实习心理师，然后每个礼拜也要到心理咨商所去实习。很熟，我们俩都算很熟，对。
是一法想离就可以离的。所以有条件的时候，我们就要通常你都要说，因为有一个迫在主义跟他过失嘛。律的律是这样哦。如果你今天民法第五二条前面的十一款，通常都蛮难达到的。如果都没有的时候，哦，蛮难达到的话，都用第二项的一个，就是已经摆放我就说两个人已经婚姻完全破绽到没有办法再维持共同生活了。家暴的事情，很多时候法官因为
想要听大家说话，可能真的就是20多、30分钟极限，就是没有办法再听你讲的这个事情。但是民众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就很多伤痛的落差，这回来就会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后来在那个律师抱怨很久，那我们就要去跟他说。情绪感受还有
性的来主张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要决定我们财产分配、子女的照顾，所以很多的纠结跟矛盾就会从这里展现出来。另外呢，司法到底该不该介入这个家庭的事情呢？强制调解的。
You are the one!
然后他在他国就写个 P 字跟 P 下啦哈。那为什么他需要这么生气呢？后来才断说才知道一件事，原来是女儿来的三月，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不懂为什么来男生要打卡，就在 IG 打一个卡这样，然后打卡就是跟他女儿好像很多人追踪他，所以他爸爸好像换了一个小账号也追踪他这样，但后来就对付不懂，就是因为他女儿都拍一些就是在交面图片嘛，但反正他有一些状况，然后。就爸爸知道他来整什么，就后面开始有这种很大这样子，然后爸爸就非常非常生气。就后来我才知道说，刚刚那个你爸爸你怎么知道他来看医生这样？他就说，而且他又打卡，哎，几乎我都打，要团啊，我都不管哦。反正像说很多人在这边按照就是看医生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爸爸大概很难通过妈妈的嘴巴知道说他的小孩的状况怎么了，然后。可能他们就是并不一定有住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后来爸爸讲一阵之后，情绪终于下来了，他就比较很晚，他说：“我求求你哈，企业监督人想要下一条路，听懂？就是我们来要跟那个小孩未成年，就是他监督人就写他妈妈的名字，但原就当初法院是判那个监督人是给爸爸，可是妈妈跟这个女儿呢比较要好，所以每一次就是都是由女儿带他去干嘛，然后。”这一次告诉你们，就状况真严重，就妈妈就带他来看诊，然后打一次针这样。那这个爸爸一开始打的时候，甚至我一直以为说我们打针打错，或者说他不想让女儿打针，是健保，就是没有看诊太贵。但后来才发现他原来是非常当在一个监护人的事。然后后来下一次的时候，妈妈就带女儿来了嘛，就那边又哭得稀里哗啦，又说什么她老公跟她抢监护权啊，然后她还过得非常苦啊，然后她带这个小孩带的非常累啊，然后她真的很不想要这个孩子。他就来说他先生就要自杀，然后他
后我又问他们还需要你去照顾，然后妈妈就想了一想，她说其实也不需要。然后我就说啊，妈妈，你有想过不需要？这个时候你还要更努力在那边演，让这个哥哥在细调演出。说可是他们现在学费啊什么都要你负责，啊你如果就这样走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说，其实钱这个我已经想好了。老实说，真的想想啊，也是孩子的问题。然后在这一刻就明白了，因为他一开始觉得他有问题，然后来就发现不是孩子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呢？其实刚刚宣如跟妈妈有讲啊，就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的问题啊，尤其是家庭当中的问题，很多都是跟权力有关。然后之前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分析，就是只要任何一段感情关系当中，或是情侣或是家庭关系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是权力的大佬，大概80%。不过那是要早研究。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大概可以感觉到你家，你现在你家里面有什么成员，然后他就浮出来了，就那些成员吗？你大概感觉到你们家有一个人是权力比较大，或有几个人是权力比较大，话术也很大，一种。你大概可以猜想有几个是权力比较大的，你可以猜到的那种。好，谢谢。那如果没有看到的也没关系，知道吗？可能你还没有开电影，或者是。就是假装我看到这件事。那刚刚说是比较久以前研究嘛，后来研究就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那个权力大的人哦，他不会一直都一辈子都权力大，因为权力小的心中就会出现三个字，就是敏感观。当各种敏感观就用各种方式显现，比方说一个家里面权力最强经常是小孩，那权力最小的小孩要对抗权力大的父母的时候，他们都会用什么方式？我曾经遇过一个孩子被送来的时候，那个手指上面很多我说这什么神奇的病，他发现不是，他拿那个缝衣服针去刺他的手指，然后每一只手指上都有结痂，所以就一点一点。然后我就问那个小朋友说，那你是一个不痛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这里更痛，我很厉害哦，演戏了。但我看他是真的很痛啊，他觉得他心很痛。我问他说怎么心很痛，他说早就让他们离异了，不离异，每天到我在那边心痛。然后这是他才讲完这句话而已哦，那个妈妈就说卖不够，他才讲完妈妈就卖不够嘛，然后他就不停讲，就在那边玩他的玩具这样子。然后妈妈说你不要借音啊，想你拍手啊，我问你就玩乐了，大概卖不够。妈妈就开始讲那些东西。那我刚说那个权力小的会不甘愿，所以权力小的用什么方式不甘愿吗？他超聪明的，因为他爸爸跟他妈每，我发现很奇怪，我后来都有向大家吵架次数，因为他爸爸跟他妈吵架，这小就会刺他的手，他刺他手，所以他就会送过来，对不对？所以他妈就会把他爸吵醒，听得懂？他就用这种方法把他妈妈带到那个场所，然后在这一刻他就获得他暂时的权利。那一种情况是说，当一个人掌握很多权力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用某种方式让那个掌握权力的人难受。比方说，他今天刻意不回家，或他今天做完菜，然后东西也不收，或他干脆就这样这样生气，把那个盘子摔到地上，来告诉你说借主挂豆腐。所以无论如何，只要有一个权力大的人，会有比较权力小的人，他会想要抓一些事情想要反抗，但前提是要在他还有力气反抗的时候。刚刚讲很多例子是那个来求协助的那个就是当事人，他非常非常有力气，没有力气，他感觉他是没力去做这些反抗，所以他只能够过一点算一点，或者是年终帮帮他，他也不愿意帮忙。那如果真的是离婚了，会对小孩有影响吗？这个研究是2014年一个台湾的学者做的。他们当初做这研究，我觉得在太奸诈，为什么呢？过去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如果你离婚之后，小孩的生活满意度、教育的状况，或者说他的成绩都会下降。那这个研究有个 bug， 知道吗？因为这对夫妻如果离婚，他们离婚之前一定有些争吵，对不对？所以离婚后，如果小孩身心都不好或成绩下降，你有可能是离婚造成，但也有可能是离婚前那些争吵造成，可以理解吗？所以无法去区分到底是谁影响。所以这个学者他超聪明的哈，我觉得这个也蛮厉害，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种神秘研究呢？他就去调查了，他应该说普查全部的夫妻，然后收集他们，帮他们都要变现的调查资料。他用离婚前，然后那个离婚后，然后还有离婚之间那段时间的那个资料，就三个比资料，然后去比对小朋友
你不能路上随便找一个夫妻说你想要来参加我的离婚研究吗？会被打到吗？那因为他人口普查，所以他可以区分出有些人是刚好离婚，有些人是没离婚，然后有些人是就是继续在婚姻当中，反正可以区分出不同。然后他可以区分出就是离婚前关系办得很好跟离婚前关系很差的，就分成几个不同类的。就发现一件事哦，倘若你们离婚前的关系很差，那离婚后的第三年的时候，小朋友的成绩会增加到，你们觉得很神秘，就是小朋友的学业表现会增加。所以如果你哦，将现在面临巨大的痛苦，然后你担心你们离婚的小孩成绩会变差哈，那赶快离婚，你知道吗？因为小朋友成绩会变好，本来没办法考南茶峰，就考上南茶峰，非常奇怪。不是啊，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意思就是说，不是离婚之后一定会影响到小孩的课业或学业表现，更多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压力解决了，所以他们更有力气或希望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常常我们被提及的概念，就是说，刚宣露有提到，在一对夫妻在就是家庭关系当中，我们会看两个重要的面，三个重要的面向，一个是夫妻轴，一个是父子轴或母子轴，就是上下，还有一个是婆媳或是婆婿，然后三个轴。然后通常那个来跟姑来找我们姑叔的太太或先生哦，都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他们的伴侣没有真正做到他伴侣的位置。比方说，有个太太就常就来每次来跟姑叔说，他觉得哦，他老婆对他很差，然后他说他为什么对他很差？他说他嫁到这个家之后呢，都没有当他老婆的感觉。那我问他说，那你的老公是怎么样对他？他说他都爱帮他妈妈讲话，他妈妈说他是贼柔，听得懂吗？就妻子的奴隶啊。他妈妈说他是妻子的奴隶，叫他把那个钱哦都给，就是都给婆婆管，就是他妈妈管他家所有钱，他就照他妈妈的话去做了。然后我要拿钱，他跟我婆婆一样，你不觉得这很夸张吗？哈。那在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组合下，其实是有原因的。当这个先生哈，他在这个刚刚有三条嘛，夫妻嘛，然后婆媳或是母女哈，或是那个父子或母子这种情况，这三条线当中，先生很喜欢当儿子，听得懂吗？当一个先生他太喜欢当儿子，他就比较少时间当先生，然后他的角色大部分都被儿子占据，所以先生的角色就变非常非常非常少。然后太太就会觉得越来越对。那同样的，如果你们夫妻一直吵架，人生的那个焦点都在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当中，你可能很少有机会去当爸妈。也就是说，你的角色就一直在夫妻生当中，但你没有把你的焦点放在你跟孩子之间。所以有些时候分开并不一定是不好，反而是让你有机会可以去当那个跟孩子相处的这件事情，因为有变成可以照顾孩子的那个父母。我以前也不相信这件事，直到我有一个。很奇怪，每次来找我们都问，都有的一开始为了要离婚，然后台南就不离了，然后有的一开始没有要离婚，后来台南就离了，是非常奇怪。那其中有一对呢，就是我真的很难得谈到一对，当年要离，然后后来也真的离了，我就觉得哇，好不错，而且他拿着和平离开。那为什么呢？因为太太就说他已经不爱他老公，然后老公也就说对啊，我觉得我在这家里面都被看衰，太太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就是要好好表现，然后我都被我太太玩弄在手。是他们妈就反而有点奇怪的样子，就太太那些都觉得很神奇。他们分开之后，两个人突然变好，就他们为什么突然变好，就在一起就很不好。然后他就说，先生就说，因为呢，我跟他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在一个名不符实的关系当中戴面具，两个人都假装是那个夫妻一样。他觉得光是假装就很累，可是分开之后就不用假装，不用假装的时候反而比较可以客客气气的。而且分开之后呢，我们只要每周跟他看孩子一两次就可以了。那以前每天都在一起的，他都嫌我是冷心看板，他冷心看板，就坐在椅子上，然后什么都不动这样。所以分开之后两个人反而比较好。然后太太讲一句话让我觉得更讶异，他说哦，以前哦跟我先生在一起都没开心，我出去偷玩都要很小心。现在因为跟他离婚了，我会光明正大出去玩。所以后来才告诉太太，他在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伴侣。然后因为以前就会有这个空间罪嘛，那天他分开之后，太太就很开心。最好笑的是，因为太太在外面
内心是得到圆满，所以他这个先生，他对那个已婚的先生就会比较客气，他可以比较客观的让这个人也是跟我们一起把小孩带大，很想想带大。然后因为处理这么多家里面的问题，我就问我的老师说：“哎，老师，如果我们要很快的就知道这个家里面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可以怎么办？”老师就告诉我们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常对一个家庭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先观察他们坐的位置。通常坐的比较远的两个人关系都不太好。我还看过一个一进来，两个人就一人看一边这样，然后觉得自己的手机啊电脑，然后叫他们俩聊天还要传麦，然后 A 要传麦给 B 这样，然后或是透过你赶紧把他够了，先一心通通见啊，还要通过小孩传话这种，所以可以从他们坐的位置，然后。是爱嘛？你也可以观察他们坐的位置的变化，然后有些人就可以坐到比较靠近的地方。那最有趣的是，这个孩子呢，有些都是扮演那个穿针引线的角色。比方说，爸妈吵的时候，可能跟过动小孩就会跳跳去，然后让爸妈吵架。然后这是第一个，你可以看他们的表现。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你可以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他们家金钱分配。老师跟我说，你知道吗？一个家庭的问题。藏在钱里面，所以你可以问说他们钱是怎么分配。最后一个是通常跟性有关的主题都很难启齿，可是你们藏得多。我看过很多夫妻吵架，一开始来谈都说啊是因为教养问题，后来他说他已经跟我做三个月，所以一开始那个问题跟最后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你要慢慢的挖到他真正的需求是不容易的。我真的觉得做这行要花很多耐心跟细心，然后也需要自己在当中那个情绪不要被放上太多，大家能够理解对方，真是蛮难解释你可都讲了吗？其实就是身为一个家事庭法官呢，跟少年庭法官一样，跟其他的法官要面对的业务实在是非常不同。我们除了就是一般传统的调查证据之外，最主要就是要借由跟大家的合作，因为真正家庭跟感情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在法庭上呈现的这个面向，法庭呈现以外的生活，法官裁判之后，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生活的层面，是要让能够顺利的运行。所以呢，所有的家事案件的一个审理跟处理，就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可以在这个部分大家来讨论跟来精进。那也其实也非常谢谢，就是所有的社会的有心的人士，包括就是社工师，还有两位心理师、身兼律师，大家愿意投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里面。因为其实家庭就是社会的根本，我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圆满家庭也不是就是一个原来的家庭，也许它是离异之后的另外一种新的关系。然后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在努力跟研究。谢谢。那我也简单听到刚刚您的说起来一家暴，那爸爸一直说妈妈就是掌控孩子，先高控制。
形式，就是说爸爸妈妈其中一方让孩子不能看到另外一方的父母，那其实有一个朋友就用这个跟他告妈妈，那妈妈也愤怒而想说，之前我都没有起保护令，你现在就来起保护令，然后就起保护，所以他从反对这个家，然后他的妈妈很顺带结了离婚，就是同时这段父母之间有离婚，有朋友就用这个亲子亲水，然后
那是不是因为他妈妈，他妈妈有血缘嘛，对不对？所以他妈妈应该是优先的嘛，是不是他妈妈放弃了？啊，那第二个问题是请问柯律师啊，那你到时候家事律师啊，因为不喜欢做家事，那就请律师。不喜欢做家事，陈律。直接不喜欢做家事的，打什么道子？啊？说什么道子？直接喜欢做家事。道长是称呼吗？不喜欢做家事的成语。哎，对对对，所以一个成语正好讲那个事情。你也问我们，然后没有答出来。有吗？大家可以帮我帮助一下，我有点失去了。我刚刚说的成语是什么？可是，一成语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家事的法官跟那个律师比其他案件的法官律师更喜欢做家事。其实我们如果一对夫妻结婚了之后，那法律是有规定，婚后某一段时间受胎所生的孩子，那个部分是有受到婚姻的推定，婚生子的推定。所以纵使爸爸不是真正那个丈夫，不是真正孩子的亲生的生父，那个孩子他还是受到婚生的推定。如果没有人去否认他，他就是这一对夫妻的孩子，在法律上就是为了保障这个孩子有受到一个婚姻家庭的保障跟一个合法受抚养的权利。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案件，没有任何人去否认他的身份，所以这个爸爸在法律上面他就是生父，这个孩子就是这一段婚姻中间的一个婚生子。所以我们一个诉讼叫做否认子女的诉讼，就是如果说，因为如果生母不是我刚刚讲的被人家盗用身份去生的，原则上哪个妈妈生的跟他就是有血缘关系嘛，因为我们一个健保这个都有记录的。可是爸爸就不一定真的就是生父了。那如果爸爸在法定的期间内还可以提出否认子女的诉讼，这个就是他没有提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他受到婚生这个婚姻中所生子女这个权利的保障。好的，回答是这样，谢谢。还有吗？有没有什么好奇或者想提问的部分？还有请，像你们的产品或者是接触到客观环境，那你们会不会对自己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哈哈哈哈哈！是收集这三个问题去回答，这样比较程序比较顺畅。我是想问请教一下我们是那个家事的那个调查官，跟一般访视社会访视有什么不一样？他的调查时就是会就是不停的调查证据嘛，或是被很长的多两个星期。关于家调官的部分，问题好。关于是我是想问说，就在那些入选的时候。小孩子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被纳入？就比较好奇，比方说，刚才举的例子是妈妈是跟那个妈妈，就是爸爸，都不让小孩子爸爸，就是爸爸说打妈妈，就小孩子可能会接触到爸爸的关系。那小孩子他如果是表达说我想爸爸是这样，有可能他的爸爸。你是不是暗装？因为我的童年其实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刚好时间来不及讲到。好，谢谢你。好。其实司法你主场应该是大家，怎么都是法官呢？好，开玩笑。希望大家回答。哦，对对。有点困。哈哈哈哈哈。好，那先讲法律问题好了。好，刚刚讲到家事调查官呢，就是因为其实法院在很多部分为了要探求当事人的争议，他隐藏的争议是什么，他的意愿是什么，其实在法庭上看得最不清楚了。
那当事人常常会说，你看像我今天开庭的时候，哎，假如这个海苔兄是原告，法官就可能对照心里就不舒服了。法官怎么一直点头？难道我要败诉了吗？对不对？好，我看着被告，被告讲，被告就觉得惨了，我的主张就被辩方答辩了，你的法官的心已经偏到了被告那里。那当事人常常就说，法官，你控制一下对照的情绪好不好？对照一下这个情绪，这样子可以吗？真的，这你在法庭上可以这样子吗？我心里就想说，哎，这个在法庭上的情绪应该是大家自己控制吧。法官只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跟诉讼的指挥，这个就是法律对我的要求。那我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你的情绪就是你的权利，也就是你的感受。好，所以我就跟当事人说，法官只能注意的是诉讼的指挥，跟让你在诉讼中能够完全的呈现你应该要呈现的一个资料跟你的证据，还有你的一个意愿跟你的陈述，大概是这样子。那家事调解官因为就是这些事项是在法庭上没有办法呈现，而且如果是这个未成年子女，他本身他的年纪很小，或者说他也许有一些情绪上的障，或是他因为这个压力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充分陈述他的意见。那包括还有很多案件，大概其实就是像失智症的照顾，失智症他可能还有很多财产，还有很多身心照顾的问题，可是他没有办法表示意见，因为他已经病重了，没有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记忆，也没有陈述的能力。那这时候他背景，他究竟谁是最孝顺他的人？谁是最适合照顾他的人？那他的财产应该如何管理？他一个月是应该要请个外劳，还是请个台劳，还是进了养护中心，还是进了医院？这是谁来决定他的意愿是什么？他最好的照顾是什么？那这时候除了我刚刚讲的程序经理人是在程序上的保障之外，法官就可去事项根据两造在法庭上陈述跟证据提出的，还是有很多疑问，就会请家事调查官在特定的事项前去做调查。那如果对于孩子的照顾的情形，可能就会请他去照顾，比如说对照会说，孩子自从到了他对方去照顾的时候，经常迟到，成绩一落千丈，在学校跟同学经常打架。那这时候要不要把老师传来？当然不好嘛，就请家事调查官到学校去访视老师，或是调阅相关的学习的记录。那如果是在家庭里面，他可能就是由家事调查官去访视他的所有的亲友或他的邻居，来调查有关于这个孩子照顾的各种情形，或是夫妻之间的一个互动。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和家事调查官的部分。那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感受？自己影响，这不应该是心理师来讲最专业了，怎么会是法官来讲？法官在裁判之前的心证都是不公开的。哎，没有啊，其实哈，我这个家事事件，因为我年纪比两位都还要长一点，家事事件的审理哦，其实对法官个人来讲有很大的成长哈。那其实我常常都开玩笑说，每次看到当事人什么样的事情，他都能成为很主要的争执，连放一碗台南煮的咸粥要不要放油葱酥这件事情，都能够成为夫妻之间提出家庭暴力事件的一个申请的原因之一。我心理上就觉得受到了治愈，所以以后回家之后看到另一半有什么样的不满意之处，都会觉得这个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没有，其实，在开庭的时候，其实因为每个人成长背景不同，所以每个人重视的点其实都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在法官的立场上来讲，我们都是尊重每个人都认为的价值的重点。所以他之所以把这个部分，虽然他认为重要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借由相关的资源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认为这会影响到他跟对方的关系，那会破坏他跟对方的关系跟和谐，跟他愿不愿意继续跟他维持这个关系的一个主要症结点。我想其实诉讼在家事事件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一个自主跟一个尊重，还有他意愿上的考量。那第三部分就是说有关于子女意愿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区分，大的孩子基本上就倾听他的意愿，还有他的陈述他的想法，小的孩子我们就是观察他跟他最主要的受照顾者，他照顾他的人，他之间的互动，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依赖的关系是在哪里。我当然是因为小孩子，小小孩他没有办法讲表达出他的意愿，好像父母亲或是他的祖父母之间跟他共同生活之间的一个感情啊，大概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子。那当然不可能法官他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观察，我会通过相关的一个像心理师，或是说透过我们的民间的团体，我们会有组成一些评估的一些标准跟方法，有时候是在法院，有时候是在諮商辅导所里面，他会做出评估报告让法院来做参考。那谢谢。
他先讲话的时候我就点头，然后那个太太就会生气，然后我就觉得靠家真的好痛苦啊。然后我记得我们训练时候还说不可以哭，因为哭的话就不专业啊。他只让我们吃哈，就是我真的是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我被影响，大家都是忍，有点难。然后是那个太太来的时候，她说她对这个家里做牛做马做要死要活啊，然后很辛苦啊，现在不知好歹啊，在外面搞女人啊什么很多很多。然后先生就说他给我的更多不是我要，所以我在这家就没有尊严被控制啊，然后被践踏啊，先生讲一大堆，然后我也是为这家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先生讲了一套话说死，然后就不管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女人，你真是太难了吧。然后可是我那时候突然有一种非常重大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天哪，这两个人好辛苦，然后他们这么辛苦在这家里面却这么累，我就在他们两个面前说他们两个人就是其实都很希望这家人很好，而你们却都非常辛苦。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突然有点雷达到，就是眼眶会泛泪这样子。然后那日子过得非常长啊，但是后来这对夫妻呢，他们和好没事，所以我就问那先生，那你这个怎么会？然后印象就是很难断。他医生就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生在我面前哭。我说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你哭的时候，我才意会这件事，原来我也是可以哭的。就他在那里面都没有哭，然后他每次面对家人的压力的方法，就去别的地方找。然后他那次之后学会说，原来他也可以哭，因为他是个男人，他也可以哭。然后太太其实很喜欢他先生，刚认识他的时候像小孩的样子，但他都没有显现出来。然后后来就开始一直留下来。所以我觉得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一定不能做好像也很难说，就是你只能在那个每一次的片刻当中去把握，你不能够特别给他哪一点，然后要让两个人都有同时被照顾的感觉。所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在摸摸 A 的头的时候，你就要摸摸 B 的头。然后摸摸 B 的头，再摸 A 的头，这样子就是互相交换。然后有些时候，当你到摸谁的头的时候，就问小孩子的看法，就爸爸刚刚说什么，妈妈刚刚说什么，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小孩子就会出现一个惊为天人的说话，说：“他是大人这边搞，我怎么那么离婚呢？他是要离婚。”然后小朋友就会出现一个很神奇的答案。然后这个爸妈就会可能会去思考一个另外一个说法，然后你可能再问爸妈说：“那小孩子这么说，你有什么想法？”所以被情绪影响，我觉得多少会有。可是有些时候也因为我们正是情绪的动物，所以那个情绪在整个空间当中流露的时候，反而你要看到这个家庭有些特殊的动力跟他们的连接在里面。看见他们真实状态，再去做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生不好的状况，大多数都是沟通问题跟应对问题，但不见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见得是一个外遇男或是一个家暴男会就会回到这个阶段，而是双方如何看待发生的这件事情，以及发生这件事之后如何沟通跟如何吵架，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就吵得好的话，你会是可以继续下去的，甚至有时候感情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很幸运的，也是因为我们这么看得那么清楚每段关系中不好的一面，所以更知道怎么提醒跟小心，然后更知道好的时候应该怎么走。这个是想法。那个表面的部分，打个感觉，我要讲的又不是不够。他没有想过问题，今天还如果有人想问，先。家事的一个案件，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在审理的过程中，如何定出这个会面交往的方案，其实在审理过程中就要做了。如果说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一个共识跟事情会面交往，其实我们在审理中是一个很困难的角色。因为一方面在诉请离婚的裁判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还是一个回到一个传统诉讼，要举证证明谁有什么样的过失，所以这是一个撕裂的过程，等于把切开伤口，把伤口打开来看，一直在切开伤口，大家一直在创造彼此的伤害。可是呢，回过头来一看到子女如何监护，谁比较适于当一个平常主要的照顾者，另外一方该怎么样跟他合作去探视这个孩子，从而还要负担分担抚养费，这个过程又是一个修复的过程。他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他离婚的时候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互动的关系，这又是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其实是在操作上面是非常困难。一方面好不容易有专业，透过我们都会请社工师跟心理师专业去服务，去做这样的了解跟协商事情会面交往，在审理过程中透过审理法官的一个权力跟给当事人的一个适度的压力，让他先去了事情找到一个好的可以接受的会面交往方式，然后最后再做成一个比较符合当事人可以履行方式的裁判。因为其实交付子女其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有些人可能已经搬到台北去住了，那究竟谁把孩子送去给对方探视，还是都是要对方来到这里来探视，这个时间跟这个成本，还有他的这个他能够实际上会面交往的时间，都会有很多的影响。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审理过程决定之前，就要先跟当事人沟通好。如果旅行上有困难，就要透过专业的社工师、心理师试行会面交往啊，不断的修正这个会面交往跟教养的计划，再做一个这个裁定。那如果说透过这样过程中做出裁定之后，当事人后面又有一些因素他不履行的情况之下，在强制执行的层面，就是有您讲的履行劝告。就履行劝告，就是透过也是一样，透过这个审理过程中这些专业制度，包括家事调解官的协助，再重新看看你发生了什么困难，重新调整，重新约定。当事人如果拒不履行的时候，其实法律是有很多工具的。那我们高雄少年家事法院在处理这个上面，他其实就一个做法，他会请当事人来会谈，我先会谈。那他如果不来呢？那个罚锾一下，10万元起跳。一次下可以，其实不是10万起跳了，法官就直接就下最严重的裁定。因为我已经通知你好几天，你就不来。我跟你讲，我要下罚锾，请你一定要来面对，因为这个是有公益事项，
你的孩子需要爸爸也需要妈妈，那个不是你说了算的，是孩子说了算的。所以你如果法院都请你不来，法院其实是有强制，没有这个还是可以透过强制型的相关的拘提管收去给当事人很大的压力，是可以处理解决，不是不行。只是说这个后面的过程，法官要拿着鞭子，又要带着温情，那法官当然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是精神分裂，当然就是带着团队一起来做，没有做不到的，只有要不要做。那当事人也没有人是做不到的，只是他有没有真的理解他的处境跟他孩子的处境跟需要。如果我们有机会让他了解，除非他生病，那他生病我们要让他去治病。那如果他没有，那没有人，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那国家制度有个强制力，其实只要愿意做，当事人愿意配合，是可以慢慢做到。但是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有可能做5年、10年，他才会变得比较顺利一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对家事事件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它就像它的结，就像一个缠的茧，你就一根一根慢慢的梳理它，就不要要有耐心，梳理到最后它就会比较顺利。哎，不要要求你一次打开所有结都会开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处理的方式。所以刚刚讲到，如果有不能履行的，那有时候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解决它的困难，大概是这样。谢谢。大家很聪明，知道法官接受法律咨询是不用费用的，律师需要费用。那心理师更贵啊，哈，开玩笑。这个法律规定是，如果父母亲他都不能行使亲权啊，他是后面有法定的顺序啊，就是祖父母，或是说其他的伯父、叔父适当的人。那如果都这些人都不适合的时候，是社会局，或是其他适合的机构。所以其实大家看我们的社会局局长啊，都当很多人的监护人啊，叫弃婴，他的监护人就通常都是社会局局长。我们现在台南市社会局还是谁，他就社会局，他的户籍成本，他就社会局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某某某，就是他的监护人啊。所以基本上他是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原则上我们会，国家会希望就是说，因为国家都是一个属于一个等于是补手的角度，补漏的啦，有漏的国家才补嘛，不然所有的孩子都是国家的孩子，国家那我们纳税应该都要课税到70%，我们才要把它养这么多孩子啊，对不对？所以国家就是有漏的，他会把它补起来。好，所以我们原则上是他能够有其他的亲友在法律顺位适合的，那透过调查、透过访视会去托给适合的人，有时甚至姨婆啦、什么叔公啊，也都有可能啊、大概是这样，只要透过法律选定的程序，基本上都可以。这样，谢谢。好的，那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很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坐在这边2.5个小时时间，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听，然后今天也谢谢法官，其实家事事件何其复杂，但是法官用过很多很浅显易懂的案例，然后说明了整个法律的制度的状况啊，背后原因，可能以及家事事件法官以及团队可以处理哪些事情，然后我们也听到海苔说，其实他自己的心理师谢谢。